柏芝 fans， 你又老又丑啊！微博万人狂扫王菲三宗罪。王菲，你同我躝出娱乐圈啊！哇，你做咩咁憎佢啊？佢系柏芝 fans 嚟噶嘛？最近啊，有人喺微博度要王菲躝出娱乐圈啊！佢梗系即刻出嚟撑柏芝啦！嗱，我同你讲啊吓，唔止系我噶，好多巴打斯打都同我一样，仲力数王菲三宗罪添啊！第一宗，整天装白莲花，怪不得整天到处拜佛，原来知道自己罪孽深重，你是水性杨花抛夫弃子的代表啊！教学时间，内地网友用白莲花形容自命清高的人。事业爱情，我跟普通人一样啊，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这两样东西吧。第二宗，王大妈就是假清高，这两年唱歌总跑调，再不就是破音啊。第三宗，张柏芝那么美，你那么老，那么丑，你卸妆的时间自己没看到图吗？但是你阿鹏就好衬阿飞，话佢好顾家、哦。这些事情必须我自己做。这个发言啊，我们这个就是家里面以内的事情，这几年真的是我什么都没管。其实啊，传奇阿飞先懒得理你啦，梗系继续拍广告赚人仔先真啦。现在我最大的烦恼就是太红了。